近日，中国游泳运动员孙杨和前艺术体操运动员张豆豆在社交平台晒出结婚照和结婚证照片，官宣结婚，引热议。孙杨在文中添喊“抬头见喜”，随后张豆豆回应“喜上眉梢”。网友们得知这一消息，纷纷送上了祝福，恭喜二位新人，要幸福一辈子，长长久久。据悉，2022年7月，孙杨张豆豆恋情曝光。此前，孙杨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表示，张豆豆是一个性格很直、很单纯的女孩。之后，两人又多次被偶遇，被拍到孙杨出现在张豆豆在太原的小区里，两人一起戴着口罩逛商场的照片也曝光，还曾被发现戴着婚戒，疑似已结婚，但两人此前从未正面回应过。如今，孙杨和张豆豆在社交媒体上晒出结婚证，这对恋人终于修成正果，也获得了外界的祝福。体坛美少女配泳坛冠军。